正有学问人，人家不喊，您多没听见我喊过。你说这个说相声这行啊，算影，在家里自己跟自己倒磨词儿。小辫儿义军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谁叫爹。啊，人有四肢，俩胳膊俩腿，你那意思让我一块儿烧啊？你怎么又回来了？看天津人都说相声，都说相声，那谁听相声呢？小辫儿义军站在当街，什么大笑话、小笑话、反正话、俏皮话、打灯谜、猜字谜、信手拈来，爸爸在马路上玩手机抢红包，叫大卡车给撞死了，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我买挂票，挂起来听，那挂票也卖一千，而这不一千啊，1003.25。去繁星纪念相声名家刘文步义演专场，我是相声大会栏目的主持人李佳，很高兴和各位相会在这里。百年以来啊，咱们相声界有很多的侠义之举已经被传为了佳话，您比方说相声界的搭桌，哎，今天我们就是这样一场特殊意义的相声大会。那今天这场义演的策划是咱们天津市文联原党组书记孙福海先生，在此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保和轩茶楼提供了场地，感谢天津市慈善协会和天津市曲家协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今晚所有演出的收入，我们都将用于刘文步先生及其夫人的后事安置。所以在此呢，我们特别感谢今晚登台演出的每一位演员，包括我们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感谢你们的爱心之举，谢谢大家。好，那今天首先登台的是刘文步先生最小的弟子刘明涛和他的搭档刘同济，他们将带来一段传统节目《大保镖》，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是高朋满座呀，是，来了这么多的朋友，哎，说实话，心里头非常的激动。对，哎，这不是我们的人缘啊，这是刘文步先生，也就是我的老恩师啊，啊，他的人缘，没错。人家主持人刚才报了，我们这段叫什么呀？啊，叫大保镖。哎，对，这大保镖啊，各位可能老观众都知道，包括行里人也知道啊，有这么句话呀，哪一句？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对，这个活不好使。太难了，而且来说受累不讨好。哦，当然了，这提起来，那是因为他们，跟我没关系。怎么呢？我啊，对于大保镖这个段子，可以算是轻车熟路。还轻车熟路？哎，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老恩师把这段传给我呀？啊，因为本身我就是个练家子。都练过什么？有底子，练过什么？啊，得练兵刃跟拳脚。兵刃？18般兵刃呢？都练过。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带尖、带刃、带钩、带刺、带峨眉针、带锁链的？甩的、出去的、揽的、回来的，我是样样精通。稀松，稀松平常。稀松平常那是他们，那你？我是样样精通。你全会？哎，不信你把这18般兵刃一样一样给我摆在眼前，我全能给他练喽，卖喽。你是卖废品的，我看出来了。卖弄卖弄姿势，练两下子。练两下子。哎，这是兵器。哎，那拳脚呢？拳脚分为内家拳、外家拳。内家拳无极、有极、黄极、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哦，那外家拳什么叫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背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短打，是小架子猴拳。
哦，哎，什么叫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下山，蛤蟆蹦，骆驼洞，狗熊拿大顶，我全练过。提起我来，我明白啊。提起我武术界的这个老恩师来说，那是大大的自来白。啊，自来白呀、啊！啊，你师傅是个月饼。你师傅是蛋糕，怎么说话这是？废话，月饼自来白，不是那有自来熟，大伙都知道这名字。对，有名气，哎，有名气。那个老话，有明白。哎，对，有明白。别说我师傅叫什么啊，就说他的仙乡住处，就够吓你一溜跟头的。我不至于啊，我不至于。随便说，不是下雨。随便说，给你提提啊，提吧。我老人是住在京西北，啊，京西北悬平坡的下坎有那个小地方叫胡岭，我老人是那乡人士，把是窝子。别把是窝子啊，那是粽子窝子。什么叫粽子窝？那就这悬平的胡岭啊，都出卖粽子的。这人说话不讲理，哪儿不讲理了？你是干嘛的？我说相声。哪儿人？天津人。天津人都说相声？都说相声。都说相声，那谁听相声？还是我们那都卖粽子，谁买粽子？哦，也有干别的。当然了、再说你听我老恩师的名姓也不像个卖粽子的。你老师傅叫？我老恩师姓姜。姓姜。姓姜名米，字小枣。这不还是粽子吗？这不姜比小枣啊。外号，这是外号。哦，大名叫江天龙。哦，江湖之上是赫赫扬名啊。是吗？一辈子就收俩徒弟。哪俩徒弟？我跟我哥哥。哦，都给我们哥俩起名字了。这你叫什么？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啊，俩小粽子。那一日，我们老恩师稳坐前厅，呼唤我们哥俩。老恩师问了，你们哥俩的艺业如何呀？啊，问你们俩练怎么样了？我一琢磨这两天啊。我眼睛努着，太阳鼓着，葡萄肉翻着，四棱子起筋线，放屁等等，砸脚后跟，我那么大劲儿。我说师傅啊，我们哥俩的功夫成了。我师傅一听这话不爱听了啊，什么成了？哼，黄毛如子，牙黄未退，乳臭未干，白糖的馅儿，你们敢说成了啊？你们俩要成了，我这个江米小枣的卖给谁去？卖给谁？嘿，甭说我，就连闯荡江湖数十载，你们的师爷黄米邓上，他也不敢说成了呀。又来个老粽子，你们哥俩不成了吗？啊，师傅我不教了。哎呦，不教了啊！嘿，徒弟大爷我还不教了呢。这几个粽子打起来了。我师傅听这话，转身就要走啊。临行之时，嘱咐哥俩三件大事。哪三件大事？第一，不准当街卖艺。第二，不准拦路劫财。那第三，不准采花盗柳。哦，倘若采花盗柳，要我们哥俩的陆阳魁首，就要你们的脑袋。说完此话，是一溜毫光，是踪影皆无。哎，我师傅走了啊，我们哥俩的功夫不能撂下，是吗？那一日，我们哥俩正在后院是传枪递剪，还学秦琼。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哦，这敲门呢？打开门来一看呢，门口站着一位彪形大汉。手捧拜匣，请问这儿住着江米小枣的二位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买粽子的来了。我说我就是馅儿的啊、您要糖的我后边给您拿去。您要是买江米小枣的，您得等些日子。怎么呢？这半个月他没货。哦，对，那跑了那老粽子。他说我不是买粽子啊，我说前门外会有镖局子的，老掌柜叫我过来，请您二位过去，有要事相商。哦，有事儿。当时打个败家，拿出败铁来，我这么一看啊，气得我是哇呀呀的怪叫。怎么还生气了？我不认识字啊。你是个文盲啊，不认识字，那你叫什么呢？赶紧把我哥哥叫出来啊，看了看这才明白啊，前门外会有镖局的老掌柜老达官，请我们哥俩去给宝烫镖。去吧。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随后就到啊。来到后院，我们哥俩收拾好了行囊包裹，带好了趁手的兵刃，够奔了前门外会有镖局子。到了镖局子门口一看呢，数十位赫赫扬名达官正在门口迎接呢。我都接你们来了。正当中闪出一位老达官，年纪八旬开外，我们哥俩是抱拳拱手，不知二位壮客驾到，未曾远。壮客驾到，俩鬼上身的来了是吗？不是，这叫壮士驾到啊！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是当面恕罪。
我说岂敢的岂敢，我们哥俩来的匆忙，没带什么土特产品啊、嗯，应该带点粽子。提这干嘛？你这你们就卖那个。携手揽完往里就走，正当中83凳汉白玉台阶儿、啊，老大公不走台阶儿，绕到楼后又打平地往上窜。哎呦，窜得上去那是吃饭饮酒啊！啊，窜不上去就得吃屎喝尿啊！太味儿了。当时老大公来到楼后头，冲哥俩一抱拳：“二位。”楼上请，说着话没动地方，使了旱地拔葱一滴溜，噌，他上去了。好功夫，好功夫，嗯，就这个岁数练到这份上，嗯，这算说得过去，这还说过去。哎，我哥哥冲我一努嘴儿，嗯，那次叫我准备，啊、嗯，我说行行，你走你的，你甭管我，嗯，我哥哥也不含糊，你哥哥当时也没动地方，使了个燕子钻云一滴溜，噌，他也上去了，他也上去了，你们俩都上去了，啊、嗯。敲崴的，怎么还敲崴的呢？就敲崴的呢？敲我的？对，敲你的，练不好不就崴了吗？哦，怕砸锅。你这崴的，你们俩都没动地方、哎、啊，这招也差不多啊，没劲，没劲。哎，我要亮，我得亮点那个最绝乎的，最绝乎的，最绝活的。说明白了啊，最绝活的。当时我倒退三步，双响旋风脚，一滴溜。蹭蹦劲儿大上房了，人上去了，鞋上去了，鞋上去了。我一看，干脆我想起来一句老话，哪句老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呵，把这句想起来，拿梯子过来摆好了，爬上去到楼顶，捡着鞋穿上，顺楼窗一拐弯，我也进去了。啊，到楼上一看，啊，摆开了一桌子全羊大宴。呵，那你们怎么办？吃，你知道吗？是知道，哎，颠开后槽牙，撩开腮帮子，康康康康吃了个勾满豪瓶。当时一抹嘴，老掌柜告辞了。等会儿我跑上，等会儿。哎呀，说完就跑，正事儿还没说呢啊。是，我有一席话，不知当讲否啊？啊，我说老掌柜有话请讲当面。嗯，今请二位壮士来，非为别事。今有南路标、西路标、北路标，皆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标，贼人太多，匪人太广。不知二位壮士可敢保否？问你们敢不敢去？我说老掌柜啊，什么叫敢保否？啊，休要长那贼人的志气啊！灭我们江米小枣、贵高足、白糖的跟馅儿的威风啊！不就是东边有贼吗？啊，咱打西边绕啊！西边绕，西边绕像话。我要迎贼而上啊！对对对对，迎贼而上。对，老掌柜说好啊，嗯，二位楼下请吧，后面咱验验标，看看宝的东西吧。哦，看看验验标。后边一看，16辆标车，满登登都是那么大个的，黄登登的金坨子老倭瓜，倒那倭瓜干什么？交代明白了呀，整个的倭瓜一切两开，倭瓜籽倭瓜瓤掏出去，红棉纸包好了，红布塞在里边，两半一对，竹签一签，黄土泥一溜缝，这有个说法，这叫倭瓜标。这叫倭瓜标。哎，保镖分多少种啊？明标、暗标、子孙标，这是暗标的一种。哦，我们哥俩压着标车出门，出门到了大马路，得喊两声标趟，还喊了标趟。哇、都丢喽，都丢了，那还去什么呢？那还他去什么的？不不，那应该喊威武。对，威武二字。哎，我跟我哥哥出北京齐虎门，走八里桥，奔通州，顺土坝过河，走燕郊下界，风雨雨天，边山倒林，断井岭，榛子林，到了榛子林，天可就黑了。一是我哥哥要打尖住店啊，我说哥哥，住店可更不安全。再说咱头回保镖，得闯出个名头来，咱得连夜而行。艺高人胆大，走到半夜，翻过一片黄沙岗，前面是一片密松林，就听嗖啪一声剑响，滋喽一声呼哨，苍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原来是有了自了啊！那就别上了，不就有贼了吗？啊，对对，有贼了。哎，吩咐一声，锣垛子打盘，趟子手看住飙车。我跟我哥哥二人是越众当先，再看对面林子里头，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正当中有一个骑马的黑大个跳下马来，头上迈斗，膀大腰圆，手执冰铁大棍，是口念山歌词。怎么说的？说呆呆嗨嗨儿子哎。哪好哪好，我吃着亏了，我吃着亏了，像话，占便宜来了是吧？有你什么事儿啊？废话，这贼啊是爷儿俩一块儿出来的，归起一个，不要小贼儿，不要小贼儿啊。对，你走吧，我走吧，啊，我还是那儿子。不不不，叫贼回起一个，贼回起一个。哎，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我是一棍一个，管杀不管埋，多厉害！
我哥哥当时一看有贼了，这气得三身暴跳五灵，豪气腾空，两态冒火，七窍生烟呢。你哥可别虎炉火炉子了，来，左脚带蹬，蹬带绷蹬绳，一合手中杖杆，小肚一颗马蹬铁过梁，扑啦啦出马了，拉屎了，拉裤了，你怎么知道的？我闻见了。你还闻见了？我闻见了。我说哥哥啊，怎么那么臭啊？啊，兄弟啊，我拉了啊！就别拿架子了，就臭架子，臭架子嘛，这叫臭架子这么来的？哎呀，我说小小的蜀道毛贼，竟然气得我兄长拉屎，那是气的吗？那不吓的吗？啊、那不说气的好听，你管着吗？有失弟子福气了，杀鸡焉用宰牛刀？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我前去送死。送死啊？那就别打了。那应该擒贼受死，反腐，我们俩得死一个，对不对？对，这是实话。来呀，拉过我的牛来。像话吗？人上阵都骑马，你也骑牛？哎，这骑牛比骨啊？怎么还比骨呢？前齐国孙庞斗智，孙膑骑的就是牛，人骑那是五色神牛，那神牛能腾云驾雾。你看见了？你看见了？听说你看那书上写的，还脆口呢，这都是牛呗，对不对？啊，这他那什么牛？五色神牛，我这是宝牛，宝牛。哎，想当年陈世和说聊斋卖给我一头小母牛，小母牛。哎，他那牛会干嘛？腾云驾雾。我这牛会蹦，一蹦60，两蹦120。哦，这几年蹦过吗？一回没蹦过。废物牛，上阵能跑就完了呗。啊，对不对？牛牛牛，哎，把牛牵过来，啊，抬过我的扁的来。上阵人都使枪，牛使扁的嘛。使扁担也比骨啊，怎么还比骨？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就是扁担。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啊，骑着扁担抱着牛啊，不是 那就抱着牛骑着扁担，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对对对，反正我是骑着一样抱着一样，我就上任了。我说好贼呀、啊，好贼，嗯，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妈呀！就别挖呀了，就别挖，还没打投降了是吧？不是，怎么投降了呢？废话，什么叫放下武器饶我不死呢？我这不给他个台阶吗？那是台阶，懂事了他不就走了吗？啊！没想到那天碰上一狠心贼，二话不说，大铁锅搂头盖脸照我面门，扔就砸下来了。嚯！我当时一举扁担使了个力托千斤闸，就听咔嚓一声，铁棍飞了，扁担折了，扁担折了呀！折了没关系啊，我这花枪可就抽出来了。哦，当时这牛马一错蹬啊，牛马二马一错蹬，我骑的是牛啊，我把这茬给忘了。哎，牛马一错蹬，我使了个回牛枪。哎，对对，他骑是牛啊。哎，回牛枪。别说这贼人手还是真快啊，一把把我这枪尖给他攥住了。哦、贼说：“你拿过来。我”我就给你吧。给他了，走，劲儿小夺不过他呀。哎呦，赶紧跑吧！是我想催牛快跑啊。啊，万没想到啊，我骑的是一头小母牛啊。啊，人家那贼人骑了一匹公马。这小母牛不单不跑，撅着屁股往公马身前凑合，你这玩意儿，贱牛！完了完了，无命休矣啊！抱头等死吧，赶紧死吧！一抱脑袋，我又乐了。怎么又乐了？我摸着我的护背双刀了，那有什么用？哎，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啊！当时我把两把刀可就都抽出来了，左手刀磕开贼人铁棍，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只听他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抖大脑掉地，叽里咕噜乱滚。你把贼杀了，我把牛宰了。别说了。欢迎回到一眼现场。说到收徒这件事儿，我觉得刘文步先生特别的谨慎，满打满算就收了三位徒弟。我们来认识一下哈，刘文步先生大徒弟李明刚老师，欢迎您。哎、嗯，二徒弟辛明章，欢迎您。还有最小的一个徒弟刘明涛，欢迎。嗯，哎，我很好奇哈，为什么会选择刘文步先生拜他为师？因为我这个。有一点跨地域的问题，就是像我师哥跟我师弟都是咱们在天津的相声演员，一直跟在老爷子跟前儿。嗯，我觉得我呢可能是一个单独的，我是从北京赶过来。我师父的艺术舞台风格让我眼前一亮，是有别于北京的老前辈老艺术家的。嗯，老爷子更加的接地气，更加的有这种亲和力，跟观众的距离会更近，这可以这么说吧。现在老标榜我师父这个双簧第一人，我觉得当之无愧。他的双簧那种放松，那种台上的松弛感，还有所有在表现的那种张力又很强。那我们就要今天的这个义演上，你也要演双簧。哎，对啊，你现在觉得自己的双簧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准？继承了师父百分之多少？
这个挺不好意思说的。我反正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想向我师父去靠近。我觉得我终其一生吧，能够靠近他，能够追上我师父的脚步就足够。但是我觉得现在肯定还相差甚远。我印象里，在大概10年前，一次在北京中国大戏院，我第一次当着我师父的面演双簧啊，师父在侧幕条看，我当时很紧张，但是下来呢，老头什么都没说，一句话没说。等到这个事儿过去了。有一天我再去师傅家跟师傅对面聊天的时候，师傅突然说了一句，你那天演双簧了，他们家楼下对面的街坊去看了、回来说有点意思了。心话说了、街坊说有点意思，你要不反对那就说明他是认可我了，我挺高兴啊。老先生不当面直接表扬你、而通过第三个人的口吻对给你的肯定、所以我觉得你再在舞台上使这块活的话会特别有自信。对，我相对师傅的肯定啊，有信心。就有时候我觉得你看文步先生在台上观众喜欢叫他刘坏水，其实这个名字这绰号的背后就观众对他的爱。那生活当中跟你们接触起来，这老头是不是特别有意思，特别哏儿？他接触最多，是吗？对那明涛说说因为我是在天津这边的嘛，所以从北京上完大学毕业之后回来就拜师了。其实都说他刘坏水其实是一个表演风格。他为人来说吧，平常在日常当中挺直率的一个人。有没有这样的例子给我们具体说说？我这不太好意思说啊，怎么回事呢？相声界公认的，我那会儿饭量比较大啊，吃得多啊，吃得多。然后呢，他们见过我吃6斤涮羊肉片。你一个人呢？我一个人一顿饭，光是肉片，其他的东西不算，还有菜啊什么玩啊什么的不算啊。6斤这个是过去我们在后台一块吃饭的时候他们亲眼见证的，这都是见证人嘛，都是见证人。但是我师傅没见过，头一回见我这么大饭量是在南市里边有一家涮羊肉，光肉、毛肚这一类东西好像上了有10来盘吧，这么大的盘子，百花的10来盘，不老少的。最后吃的差不多了，大伙儿都吃饱了，我师傅问我一句。老三，薄了吗？我说师傅，要不再来一盘肉，一盘毛肚。然后我师傅噌站起来了，语重心长的拍着我大腿，宝贝儿，这个钱是师傅的啊，吃多少师傅都管得起，肚子可是自己的，吃出毛病来他可没地儿治去。那个你想好了，还吃吗？师傅，再来2盘差不多薄了。哎，你真像刚才你说的，跟师傅都是很直率的人、对，说要吃就坚决得要吃，甭管你怎么劝我但是看出来师傅在生活当中也特别幽默，很幽默，而且很疼徒弟。对，他把这种疼爱都放在这种幽默的语言当中表达出来了。对。那有人说舞台上的明刚老师很像刘文步先生，长得也像你有没有在刻意的模仿师傅？不是，这不是刻意，我不是模仿。这个我师父曾经说过。因为我刚学艺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他们了。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底下观众就说我跟刘文步是一模一样，太像了，就口风各方面都一样。我师父说你要是这样的话，那谁看你啊？就看他就好了，看我不就得了吗？所以说你就是你去学他的那种在台上咱们活的那种精气神，学他的领会他对活的一种理解，这您在继承了师傅的这个表演风格，同时又融入自己的东西在里面，这是应该的，又进行了2度创作，对啊，好，谢谢三位的分享，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回忆了刘文步先生，谢谢。说到这儿了，刚才介绍的时候，可能各位也没太注意，我叫新明章啊，从北京过来，我们哥俩一起。我是我们先生的二徒弟，这个在小的时候在天津学艺，一直跟老头跟巧儿，然后跑来跑去的学这些东西，打心眼里感激老爷子。这在我的人生的到现在40年的过程之中吧，老爷子占了一半的时间，一直跟在老爷子身边啊，学了很多的东西。然后今天在那舞台上呢，我们也愿意拿出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大家，不仅对您对得起您各位的票钱，同时也是告慰我师父的在天之灵，对吗？各位，好。今天呢也没别的，大家都知道我师父有2样绝活，一样呢就是这个
太平歌词。是。那到我这回呢，给大家来这么一回双簧，各位好吗？好。卖卖力气，演这么一回双簧。来一回，演双簧，不能不提啊。啊。我师傅的双簧，我多问问啊。啊。有多少？多少现场看过双簧的？我举手，我看看。我还不少哈。啊，天津的朋友。难怪是天津曲窝子嘛。再问问，有多少现场看过我师傅的双簧的？举手，我看看。你还有、哎、好，好，谢谢您，真是老观众，谢谢，哎，老观众。今天啊，那我就不敢说演了。这么多的老观众看过我师傅的双簧，那我们站在舞台上，就向您汇报一下。哎，您给验验活，您给验验，对，看看行不行，像不像，行吗？啊，老几位，谢谢您各位，哎，演双簧这么一道具啊。那上演，哎，哎啊，这叫什么呀？叫什么？小编。小编，您这加儿化音吧，要不不卫生哈。我这还大点，大小编。哎，带上吧。嗯哎，朋友们，您知道这什么作用吗？长高。长高。哎，说长高那是你雇的吧？啊。他就是我雇的啊，他还不是一般雇的，那是 Very 雇的。Very 雇的，边上坐的是 Very 吗？朋友们，您记住了啊，是，只要他一带上这个，怎么样呢？现场就有 WiFi 了。天线啊，不算完，还擦点粉，还擦粉。您搬把凳子，我来啊。这说起来，这粉也是，打小跟师傅跟前儿，就说这个粉呢。用什么粉合适？老爷子真的一样一样的教，一样一样的试。想想，教给我们怎么用这个粉，怎么调和的。哎，看看擦粉啊！每一次拿出这东西来，都想起老爷子来，真的、哎、感激的。嗯，来，来啊，好，来这边还一下，好，哎，很好，朋友们，嗯。见过白眼狼吗？白眼狼像吗？啊，还有一下了，还一个，还有一下了，擦哪儿？擦哪儿，各位？嘴啊，擦嘴，还有哪儿？屁股。这一看这有儿有女的人啊，怕那烟灯，来吧。你说完这屁股还怎么擦？我擦哪儿都一样。不一样。来吧。哎呀，这咋？哎，这回行了。打麻将有这么一号，啊，白板。我们哥俩志志诚诚给您各位演这么一回双簧，各位好不好？来来来，嗯，我美吗？美。你等会儿啊，等会儿，有照相的。照完了吗？没有了是吧？哎，咋的了？您是录像是？我这还沙灯呢了，好嘛，嗯。来啊，拍吗？拍。你们都不拍，我拍什么去？各位，从现在开始，他所有动作听我的。我一分钟不说话，他一分钟不能动；十分钟不说话，他十分钟不能动。您不信呢？我现在回北京了啊！先别走，你回来。怎么了？你走我受不了。怎么动了？好家伙，飞！哎。这是我师傅打小教的啊，拍了这小木头眼都不带眨的、哦、您走了我眼受不了，不都硬了，不别走啊，嘿，这真是从小练这玩意儿，拍了这东西眼都不举眨，嗯，别走啊，各位，从现在开始他所有动作听我的，咱试试灵不灵啊，伸左手攥拳，出食指，往回圈，往回圈，搁嘴里，怎么办？咬，咬，然后呢？使劲儿咬，最后呢？咬下来，他说的，我跟你什么仇啊？演一回咬一手指头，演十回，你变六指了，我能记吗？没那个啊，没有这么的，有好的来好的，有好的有好的来呀、啊、哎，我讨厌，咱这么着啊，我量起来咱们全场一块三二一我拍好吗？好，哎，三二一，小辫儿一撅
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谁是我爹。都鼓掌，我伺候得过来吗？这跟前这还有女爸爸是吧？你瞧瞧，好。哎呀，新民党，我刚发现呀，你还是一大家庭。没有。啊，没有我爸爸，怎么一前面没有我爸爸，前面没你爸爸。对了，行了，等着，咱这样，咱来一好点的，来一个什么呢？传统节目什么呀？发四喜儿怎么样？还好啊，你师傅拿手的呀，这是我师傅拿手的，来一回啊，来一回，三，二，一，那一门五福，三朵旧如墙。七子八婿满川红，亚塞文王不子图强，寿星老跨好在云端五强，龙头拐香尘自尽葫芦炉，葫芦里里飘仙气儿，您得飞出来十万八千雁蝙蝠，斗斗的起斗起斗强，飞出来十万八千雁蝙蝠，飞到你们哪位头上，你们哪位有福，唯独飞到我小子头上，我就没福。我不但没福，我谁也不服，我是人就不服。哎，话也不能这么说，我就服一个人，谁呀？我就服我爸爸，我爸爸在后头说什么，我在前边比划什么。出来，出来，出来！怎么了？我后面没别人呢。你说你了？对，我爸爸。就，别转身。怎么呢？一转身，后边都是你爸爸。有好的没好的？赖谁呀？不是啊，咱今天能来这保和街演出，就来这个。这样啊，显能耐的，最难演的。小孩行吗？演小孩行吗？小孩咱来个儿歌，儿歌可以吗？来一回，看你了。行嘞，天真烂漫呢，可不可？来吧，福爸爸，你这不使那歪毛淘气了，今天使个新鲜的。三二一，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兔子走路很特别，我给大家学一学，说学就学，奔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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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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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下。奔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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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奔奔奔奔奔，别奔了，别奔了，别奔了啊！前面只有一大姑娘，我奔不奔？奔不奔？你同意吗？同意了，他点头。你这人死心眼儿啊？怎么了？你太偏心了。你光奔他呀？那大哥你不奔啊？没这个，不新文章啊！你可太难伺候了。你这也演不了，那也演，你能演什么呀？有好的能演，有好的你来不了。什么好啊？对啊，显能耐的。您说，京剧行吗？拿手搭国粹呢？没问题。这样啊，找一个耳熟能详的。什么呢？苏三起解，怎么样？嘿，罢了啊！打北京来，这了解我，是知道我会唱这小媳妇儿。哎，你看看，来一回，来一回。哎，三二。一，阿苏阿三，出来出来出来！又怎么了？什么玩意儿？苏三起解啊！苏三起解怎么唱？怎么着？苏三，这，我刚才唱的什么旋律啊？叫
蜗牛与黄鹂鸟。是了。哦，对了，朋友们，我忘说了啊，这个环节需要在场的每一位的配合，每句话后三个字跟我拍三下巴掌，行吗？好吗？咱试试啊。阿苏阿三李六孔通仙，将身来只在大街前，明白了吗？咱来一回。哎，三二一，阿苏阿三李六孔通仙，将身来只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呐、啊、过往的君子你听我言，那一位去往那南京转，与我那三郎就把心传，就是苏三我把命断呐、啊、来生当犬马我当包还。各位啊观众你快鼓掌，要不唱完了我就憋死你。我在开场的时候说了一个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叫搭桌。我想问问现场的观众，有没有人知道搭桌是什么意思？知道可以大声告诉我。啊，好像此处特别的安静，没有人知道，太好了，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接下来这位嘉宾他100%知道，而且呢他还和刘文步先生有着很深的渊源。那这样咱们还是先来听相声，再来解开谜题。那我们掌声欢迎刘鹏、刘俊杰带来相声《爷俩逗您乐》，我们掌声欢迎。已经到位了。谢谢谢谢，文博老师，我得叫叔，我们关系也特别好，我们曾经一块演过《大双簧》，文博老师是茶馆里的一面旗帜。所以今天这活动呢，也是对他的一个纪念。老长时间不演出，也不是不想演，我儿子不让我演，他说你演那玩意儿都是老掉牙了，都没人听，老演那干嘛呀？所以我今儿还偷着来的。哪位啊？跟我熟的，别告诉我儿子我在这儿呢。你告诉他跟我没完，知道吗？他就不让我来，你们千万别告诉我，来。各位亲朋好友们，晚上好！非常高兴啊，来参加这个义演活动。第一呢，给亲爱的朋友们带来节目；第二啊，我来找爸爸来了。您不知道，我老爹呀，天天给人说那个陈旧的相声。我不来找他，一会儿就要开始说。哎，一没留神就窜这儿。行了。怎么了？你真能耐！您怎么又上这儿来了？我躲到哪儿你都能找着我呀。我没法不来找您。怎么了？不是跟您说了吗，别来这儿说这个了。您怎么又来了？我说这相声怎么了？您说这相声太土了，多少年了，您让大伙儿看看，您往这一站啊，跟兵马俑似的。我什么话呀、啊、这是出土文物啊。您说那个相声老的都长毛了，那大伙儿能爱听吗？谁说不爱？倒是爱听不爱听啊！你看，你看看，你看我这个观众缘，您还真捧啊！什么叫捧啊？偷着给观众买票了是吧？啊，哪儿啊？您得更新了。我更新什么呀？太老了。我哪儿老？我哪儿老？您那个老相声说出来，站台上啊，净说废话，大伙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哎，那传统相声，哎，别说了。怎么了？你说说，我哪句是废话？那传统相声里净废话，哪儿就是废话。你不信啊？那当着大伙儿您说一回。各位朋友们，咱实事求是啊，他说的哪句话您听这相声词儿里有废话，您就喊出来废话，一定大声，声音越大越好啊。你甭托付，谁声音大我请谁吃饭，是吧？没行，您说吧。废话，好，
没废话，老相声有。这几个是你雇来的吧？我还没说呢，我就废话了。您说一回，我不没有废话，不可能。我不信，我今儿就说一回。我们听听。今天是个相声大会，来的所有的演员都得说相声。哎，对对对对对对，好嘛，都是我就来了。您接着说，别跟着起哄啊。没起哄，今天我一个人说。这一个人说的叫单口相声。你看看，俩人说的呢叫对口相声。仨人说的呀是群口相声。你看，我没法在这儿说了。他就是嘛。啊，您说这话有用吗？谁说没用啊？您说您天天站着就说这个相声演，就说这个是说相声，可不就说这个？哎呀，行了，您下去吧，我给大伙说说好不好？对呀，咱说点新鲜的啊！我哪儿不新？你有什么可新鲜的？您这新时代了啊！您都落伍了。我哪儿落伍？我们新时代相声演员得有更高的要求，更多的标准了啊！不是我在这站着跟您吹牛，我那东西您都没听过。你有什么东西啊？新时代相声演员啊，我认为。一要口齿伶俐，二需善人见喜，善能装男扮女，一人一台大戏，更需头脑灵活，心思细密，胸藏锦绣，口吐华章，知往古三分五点，八锁九秋，不敢说尽皆知之，也初窥唐奥，小来今国际国内时事新闻，不能说毫无遗漏，也十之八九，尊重传统，什么大笑话小笑话反正话俏皮话打灯谜猜字意信手拈来，紧随时代，发微信刷微博 APP 大数据运用精通，更要心正一直血而不虐，曲意虽为小道，其中大有深意，使观者知之，闻者识之，一笑之后略有所思，这才叫新时代的相声演员。哎，您听听这这玩意儿还这么一大套呢，事儿多着呢。您说您站着是不是不行？你呀、啊，你还是不了解曲艺跟相声。曲艺您都干什么呀？曲艺博大精深，都有什么可包罗万象？哎、哦，你看台上那些道具了吗？什么道具啊？就这板儿，看什么呀？哎呦，还是把板抄的。哎，这叫七块板儿。怎么着？拿过来就打，张嘴我就唱。您打打我们听听。这是你不服。怎么样？好，这个好，爷们儿，你会吗？好好好，会吗？要过饭，这你会？不，这你会不会？我会打这个干什么呀？这还打这一条街都是打这个，还打这个、这基本功，这是啊，基本功，我不打、这个。你会你会不会、啊？几个竹片子在这打，不是你会不会？就这个会不会啊？这个啊，我在胎教里就学会了。这啊，这有什么了？这有啥？就谁打这个没劲了，这儿都对不对？他小时候我练功，这是偷着学会了。这是给我听过来，光打板就行了。怎么着？打板你还得唱啊！哦，您唱唱，我这唱两句听听。您还会唱？你听，你根本就不知道这词儿、我还真不知道。哎，还打竹板儿进街来，那么一街两巷好买卖，又是买又是卖，又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那么金招牌呀、啊，银招牌。哩哩啦啦的挂起来，哎，怎么样？气势！哎，爷们儿，这有吗？你这叫愣要啊！啊，还怎么样？不怎么样。别，还买卖了？哎，别！我们现在都淘宝，没人听这个了。有个词儿叫网购，您知道吗？您不知道，您算了算了，没印没劲。干嘛呀？这怎么了？啥了？看着我啥了？不是，我问你会不会？你甭拿这个。老想着我会不会？你会不会？就这个。气势的。不就唱吗？不数来表吗？不就气人这个。数来表有什么了？这来，哎，哎，大掌柜，您门前站。大掌柜，您好面善，您手里拿个小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不是这个，不，你这什么词儿？这什么词儿？这是？
多优雅啊，这词儿多好，这个怎么了？这什么词儿？这是？这多可爱，这还可爱、啊？怎么不是？这谁唱这？没人听这个了。哎呦，就天，就光会这个就完了，还会什么呀？知道这叫什么吗？叫什么呀？拨弦。不，没见过。完了完了，没见过。看这个啊。嗯，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什么呀？拨很多根弦。看这个，知道这叫什么吗？这乱拨弦。嗯，这叫癫痫。你前几天抽风了，你这。哎呦，光弹不是本事，给您唱唱怎么样？来来，没听过，我听听。我这人光唱不行。嗯，我还有东西。怎么什么玩意儿？看这个啊。不，走。见过这个吗？干嘛？电子烟。电。这剧场不让抽烟啊，什么还得抽一口再唱。唱之前冷静冷静啊、嗯！这不，这是乐器。行吧，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这多好啊！这相声大会，哟呵，你拿这玩意儿咣了咣了咣了，你不改音乐会了吗？您甭管什么废话，我们相声有伴奏的吗？你听听，有伴奏说相声的吗？您别让我问住了。怎么了？您刚才拿的是什么？这个。这是什么？玉子。干什么用的？啊，伴奏用的。您有伴奏用的，就允许我用伴奏的，对不对？对呀，您得说理呀。行了，您下去吧。我给大伙唱唱好不好？对呀、啊，这多好嘞！喂，唱好了。哎，别等会儿，你我真不会你这玩意儿了。您就是不会，您一点东西都不接受。谁说的？您知道这歌是什么歌吗？啊，牧马城市。我不知道。知道毛不易吗？我知道马三立。知道邓紫棋吗？我知道马季。您都不听歌，您行了，行，我不听，我不听这个歌。您不会说，我爱听的歌，我也偷着，我也学不两段，学不两段，多新鲜呢。那您给我们唱唱怎么样？唱个，对呀、啊，您唱一个。我呀，唱一个算您厉害。不会，我唱回刘欢唱的歌，好怎么样？好，这歌叫《情愿》。怎么着？你会弹不会弹？弹什么呀？哎。情愿，不情愿。这就叫不会，知道吗？谁不会？不情愿吗？啊，情愿，来来来来，情愿啊，情愿。每一次无言，你都不见。你将你的小船远离无界，每一次避难你都相远，你无私的体贴暖我心田，
多少无恋情不断，我想抱你怀间，我眼里红颜风吹云散，唯有你的双眼暖我心间，相爱人最怕有情无缘，长相思却不能长相依恋。老几位，我唱的行吧？切，你还以为我真不会这玩意儿呢？哼，还真不错，我多新鲜呢。但是啊，我告诉你，这首歌完全表达了我的心情，我的思念之情。这不还是过去的事儿？是过去的事儿，这思念感代表我的情感。什么情感啊？您跟我妈妈结婚都这么多年了，还惦着初恋是吗？别说这个不行，你妈来了，这。是闹死我了！你可不是，你说这，您唱这还是老歌啊？我说你呀、啊，你还是没明白我这意思。什么意思？你这传统的东西跟现代都要结合一下，你还得是曲艺，还得是相声。哦，你看你那有琴，哎，我这有板儿，你要能跟我结合来一段，那结合到曲艺上去。对呀、啊，没问题呀、啊，是吗？您听这个啊，嗯，这就是曲艺，就是这个味儿。怎么样，朋友们？这行啊，这点怪好。这是曲艺味儿。哎，还咱这儿得了啊？咱现编现来。行啊，我这有板儿，你有琴，即兴唱一回《天津快板》，大伙儿爱听吗？爱。来一试试。来啊，走。哎，竹板儿这么一打，跟吉他合作，我们爷俩走上台，给您瞧个。我是他爸爸，他是我大哥。哎，什么话？我是你大哥，像话吗？你不说找乐吗？找乐这辈儿也不能差了。你们老活里不都是这样？那就叫甭提那个，再来您呢。嗯。碰上年轻人呢，实在没有辙。我让你知道，新时代的相声到底怎么说。传统是基础，不能瞎霍霍。傍着传统走新路，得有新生活。没有传统，就是瞎胡说。守着传统走新路，得有新生活。传统节目得慢慢琢磨。说的好与坏，是大伙儿定夺。找准了方向，是咱俩在合作。找准了方向，是咱俩在合作。谢谢大家，谢谢。怎么样，大家觉得父子二人说的好吗？父子二人谁更帅？都帅，都不得罪人啊。这个就完美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刘鹏今天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歌唱得好，形象也特别好，是吧？那咱们先让刘鹏到后台稍事休息。您俩都很帅，您不光帅，而且您知识面特别宽。嚯！刚才呢，开场我说了一个词儿，叫搭桌。我也问了现场几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搭桌，您能不能给解释一下？搭桌不就把桌子搭那位置搭桌吗？这还我觉得太笨，你太笨了。您又开玩笑，相声界的搭桌。实际上搭桌，刚才我说的不是玩笑话，不是，就大伙一起把桌子搭。天津有一句话叫“吃供桌”，就是今儿我请客啊。我请客，我请大伙吃饭，这叫一人请客。坐这一块呢，大伙儿均摊钱。有一个人他生活不好，这大哥就说来得嘞，咱这样，老张你别花钱了，你这孩子又多，你生活又不好，你今儿你来，我们搭桌咱来。实际这词儿是打这儿来的。这个搭桌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个传统，有个叫丁维元的知道吧？上半年那个相声里有丁文元，确有此人。丁文元后来他老伴儿也病了，他身体不好，都到我们天津来，天津的相声演员给他搭的桌。
这文峰老师病的时候，他要搞相声专场，也是相声演员给他搭的桌。我们后边还有王文林，一会儿大伙儿说了，早晚也得给他搭桌去。大概其就这个意思，就说明我们这个行业里非常团结，就是谁有困难，大伙儿一块儿上。这是个非常优秀的传统，我们应该把它继承和发扬下去。所以今天也是一个大桌。对，今天也是大桌。作为一个老天津人，咱们从小就是听相声长大的，这次呢正好有刘文步先生义演的专场，所以我们很早就在网上抢票了，一家子来看。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大保镖，就是演员们说贯口的时候，他的节奏掌握得非常好。刘先生徒弟二徒弟辛先生在演双簧，这在他们两个人的配合之下，仿佛是重现了当年刘先生这个双簧第一人的风采。今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刘俊杰老师的，因为我们从小就听刘俊杰老师的相声长大，我们都是中年人，所以特别喜欢刘俊杰老师，希望这样的义演经常有，我们经常来参加。